跑酷怎么自学？一、进入状态，你需要有耐力去完成一些最基本的健美动作，诸如俯卧撑、引体向上、仰卧起坐和蹲起。二、着陆和旋转移动的练习，跑酷运动中含有大量的垂直移动。三、跳跃练习、攀爬演练，这些演练是为了让你能够在城市中的障碍物间自由穿梭。四、有规律的练习能有效提升水平，否则极易生疏。五、运用自我探索的方法，开始钻研你创新的技法，在实验中建立新的移动方式，找一些新的路径和环境来掌握这些技法，完成自我探索的过程。